今天来江边钓鱼啊，然后看到渔民大哥家的蜂蜜在丰收，然后过来拿个碗，搞了一碗，这个蜂蜜还不错，这是一年收一壶酒啊，哎，这是一年收一次的蜂蜜啊，哎，这上面来的蜜蜂啊，哎，这上面来了个蜜蜂啊。这个蜂蜜是还没有成熟的啊，这种要马上吃掉。大家看这种，这种是封瓶的，这种就好一些，成熟一些，好吃一些。菊花糖，哦，是野菊花，那个野菊花菊花糖啊。大家看一下，还留了一二三四块，四块给蜜蜂过冬。大家有没有流口水啊？味道浓一些，别浪费。吃完这点蜂蜜，我就去钓鱼了。这个蜂蜡我都吃了，哇，太绿了。我们还是来老地方野钓，看那个船没有，我们去那边。我们还是和上次一样的做钓方式啊，玉米一起这样子。下面用那个康饼打窝。这头被钓，铁饭。啊，红尾来了。红尾来了，真酷。哎呦，这鱼，我操，我隔壁的。小桂鱼，可以啊。太小了，脑袋都提不上来。这鱼还是挺好玩的啊。小小的，嗯，二十，你看这个还可以啊。什么沙？红尾。可好轻哦，变得可好轻了。我挂了，我钓鱼变得起鱼的网，真的。窗口期来的特别特别晚，到了五点钟才到。我们今天是等了一天呢，这条鱼真是不容易啊。你瞧，你看，红尾，吃口就是猛，红尾都小小的。又是红尾。哇，这鱼冰冷冰冷的，红球啊！我天哪！才往上面的，带么子啊？朋友们看一下，这是今天的鱼货啊！今天在我渔民大哥家吃的蜂蜜就不一样，今天还钓了这么多，呵呵，看这个，这是天黑的时候钓起来的，有，这还一条，看，今天是钓了两条啊。这两条加起来已经接近一斤吧，然后这就是翘嘴红尾啊，这个也有这么多。今天的鱼都小，